够想在这里啊，倒过去。嗯，后脚那个非常好晒。都是室内树吗？是室内树的结块。哎，你慢点，这都给这都苗全都出来了。没事。太多了。啊，那你就慢点。它用了。起来之后就跟呗。哦。哗哗哗的，树就能下来。真的。那倒着得倒盆。到时候装的话，如果够急的话，到时候这有一个分量器，倒到上面它就散开了。对，它有个分量器，人字形的分量器，嗯。